都非常的好。没错，我们又来到了这个西滨的海水浴场了。今天协志队所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有大饼、钟欣怡以及张琪慧，同时大饼也带来他的新书，书名是《Love Hotel》。呜，这本书是介绍情人 hotel 的最佳去处哟。而人辅队的特别来宾有爱丽丝以及李佳玉、小饼，我们欢迎两队的队员，大家要加油喽！好了，总而言之呢，这个六位来宾呢，大家都要好好的加油啦。没错，赢的那一队呢，可以获得10万块的奖金。要吃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厨房。今天失败队伍要品尝的是中药界常见的药材干海马呀，这一只只又干又扁的海马咬在嘴巴里的滋味，相信会令大家永生难忘的。好了，所以呢，虽然海马长得很可爱，不过吃掉它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大家好好加油，好好加油啦！今天我们的少年天空队出发。一二三，木头人！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拍贼你到了，所以请您回到沙发上坐好看电视啦。是的，这一关的规则非常的简单，只要把食物放在麻辣锅中穿烫过吃下，并且到达终点，就可以过关喽。协志队这边派出的是孙协志。好，那人辅队这里派出的是李佳玉。两棒肉要算熟。我想问一下，听到音乐是要跳舞？对，就是那边随便乱晃动啊，一停就要再停喽。对面会喊一二三木头人，请口令，预备，开打！加油！加油！我们攻击！就这样，他还没喊一二三。没有，我们这个跳下，再测，预备，开始，马，一二三，木头人，可以动哦，不要动哦，都不可以动哦，跳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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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地跳哦。边跳边跳，跳可以动的啊！要结合了一个夹夹快节奏，再凹，再凹啊！来，一二三，木头人，好！还有吗？但是啊，这个游戏其实大会就是规定的，好累的姿势啊！一开始夹多少肉？现在是起舞的姿势。你在飙车吗？让开，让开！好，你的动作好像。让开，等一下，让他跑一下。注意了！没事，没事，有啊，没事，动，没有看到，没事，同队的都看到了，没事，在搞动哦。裁判说退回，退回。好，那个队员就不好意思，你刚才那个不小心很像那个上厕所抖了一下，被裁判抓到，退回原点。没关系，李佳玉注意哦，他在后面。李佳玉，你不要紧张，好不好？李佳玉，李贝贝，看一下。怕辣了？没有，你刚才输在同队，无聊在那里注意什么？但不用怕，我赚到了一块肉，蛮好吃的。而且我要跟你们讲哦，这个锅底真的蛮赞的。对啊，真的。锅底好，哪一家的？鼎旺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史以来比赛锅底最赞的一次。真的吗？我的下一棒我来试试看。既然哦，孙杰志，我们输了哈，一定要反围城，那就我来好不好？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下一棒我来。那我们全部都来。第二棒呢，轮到就是啊，人辅队这里派出的是徐梦辰，协志队派出的是手长脚长的齐慧，加油齐慧，好了哈，还哎，不用怕，他们两个好可爱，超人，没夹到！没夹到！
道你没有动啊。哦，好，动了，回去讲。没有，我还是没动。你没有绕啊，没有绕，你到终点有什么？哎、欸，不能拿、啊。你、欸、看、欸欸、人家给他。我是裁判哦。啊，你没有，你刚才他这样用你有没有？但我还说你没有犯规，不用回去。所以你现在开始的时候要往回走。对。哎、欸，等下我们又没瞎，你不要再推他。是不是还是一样？好厉害哟、哦！是不是？好好好，没有犯规，来回去，你也回去。这边让路，让路。奇怪，你要小心，他会抢你的肉。对，许梦哲要那一招。我跟你讲，我先确认一下，里面都没有肉了。没有。你是保龄球国手吗？确认一下，里面没有肉，不然呢？看看有保龄球国手来到现场。哇，300分击出！哇，全岛 strike！ 好美哦，等等呢。保龄球国手他出球的那个。预备。可以拿肉过来算，捏到很好一下，因为太差。所以呢，这一关是人不对的吧？耶、yeah! ！下一关。天降神兵考验队友间的默契，两队轮流进行，各队的女队员利用带锁滑降的方式，同时滑降时双脚夹住一颗水球，滑降抵达终点前将水球投下，让地面上的男队友接住，接到水球越多者即为获胜。好了，鞋子队的齐慧啊，虽然说呢，我们算都是艺高人胆大，但站到这个下面没有底的还是喵喵，对不对？喵喵的，翁哥拍给大家看的。而且孙鞋子说实在，这一关虽然是女生的关卡，但换做男生玩也很可怕，因为他这底下屁股是没有护住的，是空的。你所有身体的支撑就靠这两只手了。但是对啊，反正自己小心了哈。而且你脚还要夹球哦。对啊，根本是
来。不是咱做的代志啊。还好，手长脚长，要往高一点。啊，你手要拉稳哦。好重哦，球太重了，你们要死哦。可以哈。哎，我有点怕哎、欸。好了吗，嘉峰？啊，你有看到那个绿色那一点吗？嘉峰，大兵准备。快接近的时候你就要放了。一个顾前，一个顾后。好了，好了。该我什么事啊？好好好，我对。嘉峰，你再往前一点，你到垫子，对对对对，然后大笔过来过来。手不要往上抓，尽量往下。对，好好好，看好了哈。对，好，可以了吗？好，来，预备，好，出发。我本来想接的，我本来想接，后来我想想又何苦呢？刚才看到两个人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加风是这样，哇哇哇，然后球就过去了。我要演大饼的 repeat， 大饼是这样，没有，我是先这样，我是先这样，我是这样，啊啊啊，不、啊、管、欸。我想一下，以这个时速来讲，谁敢接啊？对呀、啊，对啊，很恐怖。你本来想说去接得那一分好了，后来想说，好了，又何苦就做。你接跳啊？天哪、啊，又何苦了？球变干净，变得球面球太大了，全身都那么深水炸弹，没有啦，气球太大颗，所以第一颗呢你们没接到，对不对？对，第二颗好好努力的，好好好，不幸接到，哎，不要这样说，除非你找腿长的女生，然后让你脚踝差不多刚好贴到，刚好接住，对不对？好来，好了，现在啊，因为呢。鞋子队刚才的机会，因为大饼躲得很快，所以人虎队现在要用尖招了。他用人虎的外套啊，准备要接这个球。对，但是啊，因为这个难度太高，所以大会也觉得不可能会接到，好不好？因为而且这个水球还很加水，而且比较重。对，那现在轮到就是人虎队的小玉儿。啊，我好紧张哦。小玉儿怕高了，但是你到中国应该，你先蹲下，先蹲下。对，你到中国应该有碰过比这个更高的吧？没有。有，应该有看过，但是你没有去做而已。有啊，我有惧高症。那小玉儿，我跟你讲了，你既然那么胖哈，啊，水球不要夹好了，好不好？好啊，好啊，没有，给我，不行。你就不用怕，你这个在中国的前辈会帮你。哎，怎么夹？好大一颗哦。对对对，夹住。我跟你讲，夹住比较有安全感，你相信我。夹破怎么办？打这个手不要夹太紧，啊，手一定要拉紧。握紧，还有握紧。然后数到三，一二三，教练用踹的把你踹下去。等一下，打这个手。你干嘛这样子啦？你就是靠住手腕哈。要不然你在这，我把你踹下去。OK， 好。不要怕。如果松掉手会怎么样？不会不会，他是靠住你的手腕，而且你身上还有确保绳，所以不用怕哈。对，好，慢慢的，慢慢的哈。可以了吗？好了。下面好了吗？好，轮到我们，我们的是谁？我们是谁？梅。嘉瑜，嘉瑜。他刚才小了，嘉瑜你放心，我们有很聪明的方法。嘉瑜加油！我们要过来一点，加油加油！我们要过来。大会说你们接不到，我们接得到。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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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接不到，加油！好，你很棒，你很棒。教练要踹你哦，你要尽力。慢慢慢慢往前，慢慢往前。教练要来踹你的哦，先慢慢往前。教练的脚已经慢慢伸在你的背上面。没有啦，王少伟，明明就你的脚，还教练。球夹紧，教练，你干嘛把我的脚拿在这边？教练要踹了吗？哎，你们要接好，我不管了。好，好来喽，预备，慢慢往上抬，脚出发。对，两只脚往上抬，脚往上抬，就是重心。你把你想做古墓奇兵的罗拉，对，你是罗拉，罗拉，没办法，罗拉，你们不要尖叫啦，连我都好害怕。走啊！你要自己走啊！没有，你如果需要教练踹你一脚，你可以告诉我。自己走是不是？对，自己走，自己走，来，慢慢慢慢的，不要怕。水球破了吗？没有没有，来，没有没有。你的胆子应该破了，不是水球破了。对，把脚伸出去，对，伸出去，伸出去，你脚要伸出去。对对对对对。哎，教练在踢他了，看一下教练的脚，教练在踢他了。哎，很准呢。他没有吼。对，其实很准，而且要吼。有没有算分啊？算没算。为什么？真的好可惜，你是破在这上面嘞。他在那里又怎样？我们在那里啊。没有，你要想哦，这是衣服哦，他直接这样变了。
果呢？我刚才是人，雪球太重了。能接的话，我们都用能接的话，我们应该会跌倒吧？我应该就会听到。小姐，这位小姐能够活着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你的项链刚刚应该是被整个这样脱的，你应该已经窒息了才对。对啊，这危险的事情赶快拿下来了。好啦，所以呢，第一棒呢，两队都没有过，还剩下第二棒的机会，请加油。哇，现在轮到了鞋子队了，鞋子队的这个心仪，心仪。你也有老人痴呆了，被你害的、啊。没啦，现在重点是哦，两棒都没有人成功。然后啊，只有这个人辅队啊，这个比较快的这个。你可以再，对，你可以再坐下来吗？不会滑下去，不会滑下去。心仪，不要怕，你办得到的。你只是爱笑而已。有，加盟，这次靠你用衣服接也可以。我知道。你们让开啦，让开。用裤子拉开，要接了。他们妨碍啦！大比，你要放开啦！刚好掉到这里面来。哎，你干嘛这样？哎，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好了好了，我有放开啊！你好敷衍哦，闭嘴啊！好敷衍。OK 哈。等一下哦。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你都敢直接垂降下来的。对，加油，加油，学子队 ，Go Go Go！ 啊，教练，我的手是对的吗？对对对对对，你只要抓紧就对，然后先，你脚先坐着，对对对，我坐不下去。脚慢慢伸出去，脚出去，对，球夹紧，球夹紧，你不用担心，你只要脚伸出去，教练就会带你下去了。教练，你脚没有伸出去啊？没有没有，心仪，你要选择教练推你，还是选择我推你？教练好了啦，哈，好，脚伸出去就 OK， 好，深呼吸就下去了哈，不要怕哈。好，可以的 ，You can do it， 预备，一、二、三，住着，等一下。不用怕，你就这样下去就对，这样是最安全的方式。好，你坐着好 ，OK。握住。哎，摇。摇，预备，一、二、三。You can do it。放放。放放。流弹。流弹。石头。石头又流弹。做到哦，小伟，我们用的是头脑，不要人家说我们都是老干的。来，把椅子脱掉。好，现在剩下人辅队的爱丽丝了。爱丽丝呢？她说她等一下，是绑这个没错哦。没错没错。爱丽丝说呢，她即将在这个关卡突破她的惧高症，三年来的巨高症。因为据说她曾经在高的地方在那边哭了一个小时，不敢下去。哭了不止一个小时。啊，今天很辛苦，亮不？爱丽丝，你身负重任，然后因为前三棒全部都失败，你是唯一过关的希望。爱丽丝，可以吗？可以吗？太大了啦！太大了啦！没了，一用力就爆了啦！最后一颗，我这一颗比较小。勇敢的夹住它，爱丽丝。但是女生这样，但女生这样被绑起来会有一种怪怪的。啊好！哎呦，你不要一直脚推，你觉得好快哦！而且啊，你被这样子扣住，我这样你都觉得好尴尬。可以哈，你要克服哦。我克服。那你慢慢的，你只要你脚都脚就好了哈，你不要整个就下去了。啊，可是为什么？或者是你要这样也可以，但你就是对，就好这样。慢慢来，慢慢来。啊，我好怕。可以吗？我的手好痛哦！不要摸到腿啊！好了没？我只能说了，不要再说我们三个人是老干的，我们三个人超强，我们明明就老干。我跟你讲了，有头脑的人家都会说他老干的，因为他是用智取，人家就没办法，因为一般人没有这个智力。像另外一队啊，没有这个智力就会说我们老干。不然为什么球在讲？为什么赢的都是我们？为什么赢的都是我们？你用一辈子力气，人家也不会把你赢进去，感觉感觉。你跟智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们在我的催眠下，他们已经慢慢觉得我很有智力了。我想的是我刚刚是没有智力。
其实好像真的会接到一样。对，因为每次他这样一直讲一讲，后来就真的要接到了。加油，爱丽丝，你长大了。好，今天这是你的成年礼。你除了很安全长大之外，还克服了心理的障碍，克服了惧高症。很安全啊，爱丽丝 ，You can do it。Ladies and gentlemen， 预备 ，Go go go！ 啊，我活了！啊！我掉了！燃烧！燃烧！我掉了！我掉了！在里面！在里面！他们营销都压下地道了，绝对不要买成本，你们开始太累了，太累了。营销大会大会啦！对啊，只要是破，那他第一次就接到了，那个球就在那边。接到我，接到了啦！大慧 ，Iris， 你很棒，好球，你丢得好，我们有接到，我们有接到，但一切只能怪制作单位啊，戏机重，嫉妒我们这一组太聪明了，我们这组的球呢都特别大颗。对啊，哪有啊？我们半大，对不对？因为对，我们接到，没关系，我相信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有没有过，你们自己心里有数，但是没关系，大慧说没过，我们就没过。而且你边讲，然后大慧边还在旁边呢。好，李敏玲，下一关。哦，一刀两断，今天要劈什么嘞？就是劈香肠啦！过关的技巧除了快很准之外，还得要有一颗专注的心，哎，否则失败了还得要接受香烟火辣的安全之吻处罚哟！哈，快点去瞧瞧吧！好，赵伟加油了，加油了，赵伟哥！我看想象不了，好帅哦！好帅哦！香肠或婷婷。我很想为了婷婷。你爱香肠或是爱婷婷？我今天，我跟你讲，所有的人呢、啊，要想尽办法，死都不要让婷婷出来，每一个人都要过关，好不好？婷婷，你的，你休想出来了，没有用的啦。婷婷的萝卜是怎么回事、啊？没有，那是他加这种萝卜的啦。求婷婷，你要解释一下。那要不要聊婷婷？这我要闪。哦啊！哇塞！失败 ！Oh my god！ 哎，这可以凹吗？要不要凹？凹下去！上面的是十秒，你要凹吗？上面是十秒，哎，要不要凹？想清楚。凹啊！凹了，有破绽，没办法吧？凹下去！两公分，十秒。你给爱的鼓励，加油！不行。哎，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为了上位亚大会规定要有一定的距离切香肠，不能够太近呀，所以失败。哪里找的耳环呢、啊？我受不了了！哪里找的耳环？哎，鞋子哥，这比上次那个鞋子好、啊。你自己做的。要扮女生，胡渣要剃掉，鼻毛要刮了，牙齿要美白。干嘛骂他？他是好心人，在骂他。啊啊啊！天哪！好像我高中的国文老师哦。我碰到你胸部了啦，胸部不要挺出来啦。不行，他要闷死了。你把他所有能呼吸都堵住了。鼻水啦，鼻水。你吹他，害我们看到他的内裤了啦！许梦哲，你自己好自为之啦，谢谢喽。许梦哲直接问你，等一下失败要不要凹下去？我谁要凹啊？不可以失败，凹下去啊！天哪！哦哟！就要凹，许梦哲，菜。而且婷婷上次有说她最喜欢你的短腿。Oh my god！ 这个香肠没砍中，你砍完，你砍完，李篮王，李篮王嘞！不要让他出现了，许梦哲。我们的收视率不需要有他。好快，我不要看到他，许梦哲。很少看到5566玩游戏这么认真。回家吃香肠了，加油了，加峰，等一下，我有让他出现，我有个要求，你要凹20秒，不是，我可以跟梦哥哥握手吗？不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你成功了才能握手。好。好恐怖啊！家峰，你要学我。这样就叫不要靠近，好不好？相信自己。好。家峰，你如果失败了哦，你就要跟婷婷握手，然后亲她哦。好。啊，还是要握手哦。那海天就去裸泳好了。那好吵。啊、可是你上面其实是成功的耶，怎么会这样？天师哥帮不了你了，帮不了你了。我告诉你，凡事都有第一次。流鼻涕，鼻涕擦掉。他们鼻涕多的还可以反光了。三秒钟。哦，你很像干咬龙哎。三、二、一。婷婷，你最喜欢王仁甫的哪里？都可以啊，都可以啊。他全身都要了啦。他很温柔吗？还是他很壮？我不想听，好不好？你干嘛问那么大声啊？加油！啊！失败！哎，失败好多。还有一小节，凹了王仁甫，凹！我跟你讲，凹！只要有任何一个机会，都不要放弃，凹！凹！十秒。你去，你帮我增加秒数啊！凹下去。凹下去，凹下去，你可以的。好，哎，那过了就不用亲，对不对？对。但是如果没过的话，要怎样？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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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这个身高不大合适哎。成功！成功！他还有一个头在那边。我跟你讲，他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哎，等下婷婷她不用了，跟你亲怎么办？他现在紧张了，他好。小心他那个门牙把房间给戳破了。他保鲜膜破了，老王总，保鲜膜会破了。十、九、八。被蒙住了，用下半身顶他，用下半身顶他，腿勾住他。我的妈呀！听了这摇摇欲雷的婷婷，不止晚上会做噩梦，我看哪这一辈子都会很难忘记她的吧。走开！哎，大饼，你的手在发抖哎，为什么？你来试试看啊，要你看你会不会发抖？他在那边这样子给我加关哎。不要再跳了，我讲真的哦。哎呀，我杀你了，真的好，杀人了。加油，大兵！啊啊！哎，是你没有捏好哎，你怎么可以怪我？三秒钟。我加油！演艺生涯当中，我就有哭过两次，一次是玩高空弹跳，另外一次就是来喂鳄鱼王，不是来一个。我手牵手，不要，你不要这样，不然你先把我扎死，你再牵我的手。那再来吧，抱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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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力气擦掉了，大嫂。家庭革命，家庭革命，家庭革命啊！三秒钟，来宾加油 ！Oh my baby home, oh my baby home, oh my baby home。啊！啊！啊！操 ！Oh my baby home。这，谢谢。Oh my god！ 好，所以呢，这个关卡是由仁甫队1-0获胜。下一关。
好家的拥抱哟！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报告，人类最恐惧的高度在4到5层楼之间。来到这一关，两队同时走高空绳索，先抵达终点，领奖者即会获胜了。哈，小心呀，摔下去可是会粉身碎骨的哟。好，现在呢，人虎队的孟哲以及鞋子队的心仪呢，两个人都就位了。但是呢，徐孟哲啊，因为他的盾位非常的大，所以呢，在走这个钢索的时候，他没有惧怕的感觉。但到中间就不知道了。我们在刚刚呢，因为担心啊，徐孟哲这个钢索有点老旧，我们刚刚呢花了将近快2个小时的时间呢，把这钢索换成新的，所以一切呢都非常的安全。但是，如果钢索不断的话，我怕两边的塔是这样弯下来，绳子没断，但塔弯下来，你有点漫画哎。你要我们心仪比较严重，你要关心一下我们这边他哭了，因为他体重太轻，你知道，然后到中间的时候。你知道，因为他我们虽然确保绳绑在钢索上，对不对？但因为他太轻，然后走到中间风太大，我们就变风筝。人体风筝啊，人体风筝。不要吓他，不要再吓吹走。对呀、啊，不像风筝、啊。我跟你讲，你不会吹走，因为你最多顶多就在整个样掉在空中，这样。不要吓他，晃而已，不会怎么样，不会吹走。看起来会像金龟子，没关系。废话不多说，预备，计时开始。徐孟哲，你要让他啦。让一下啦，孟哲哥。摇的没屁眼啊！摇的没屁眼啊！小伟，小伟，你真的是没屁眼哦！就是这样，徐梦哲，你要让心仪啦！心仪不必眼瞎，好歹你们也是旧事，好不好？心仪就是这样子，等一下，心好啊！哎呦，谁发明这游戏啦？恶心哎！哎、欸，我怎么上下两条绳子越来越开啊？哦，真的哦。是。对，看。孟哲，你们当绳孟哲，孟哲，你看你到最后啊，会这样子哦。哎呀，手够不够长？小伟，通告结束，回公司集合。不玩的嘞。集合 MV。孟哲看起来好像一场学通。哎呦，好恶心的游戏哦。孟哲，你不要在边走边骂人了，看起来很卑鄙。我不会害你，你慢慢走。不会，我不会咬你的。我会哭。他在叫什么啦？没人咬你啊，心仪。心仪，人家咬我，你在叫什么啦？看一下徐孟哲好不好？加油，孟哲。孟哲，进来人就走快点！心里没有人在咬你的绳子，都是你自己。要放松的时候。你看那个徐孟哲的绳子都筋开了。对啊，好开哦。对啊，再开就会再开。快快快，快到了！哎呦！快啊！让我跳18公尺，我不要走这个啦！快点，快点加油！加油加油，快到了！教练你要干嘛？教练，你要干嘛？你后面那么多地方可以站，你为什么要蹲这里？教练，帮我挡住他，好恐怖，真的。哎，快到了，快到了，加油！哎呦，你们干嘛要用这么远啊？徐梦哲，你是男生的？谁？没有人有啊！徐梦哲，快点！快点！咬你啦，活见鬼了你！快点，雪山。我跟你讲，这时候我，等一下，啊，好恶心！好了，我等你了啦。我等你了啦。你好坏，男生啊！哎，哦，自己耳鸣。我只能讲，因为我不会走哎。你第一次走吗？第一次走。我只能讲这个游戏太恶心了。可是很恐怖，我受不了。但你已经算很勇敢了，因为你跟我走的差不多快。我只能说你很勇敢，好不好？但是呢，这一关还是由人虎队得一分。看看第二棒。孟哲伟，加油啊！黄少伟，你敢赢就太无耻。而且我跟你讲了，黄少伟。我现在已经很摆明了，我到底站在哪一边了。我现在在你这个位置，你大概就自己知道大概怎么。你看我没有摇哦，哎，但是刚刚我没有，后面有多少人想要摇你？等一下，大会严禁摇绳索，要公平比赛。真的吗？真的啊，公平。可是我跟你讲，大会刚是跟我这样讲，哎，你
待会一定要摇，一定不能。你待会真的不能摇。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啊，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行侠仗义的孙杰志。对啊，我跟他坐这边小龙。没有啦，我只能说你等一下摇他，对不对？我只能说那个嘉玉不好意思，你等一下可能绳索就直接掉下去。不要。没有啦，开玩笑啦，跟你也没有仇。好来，准备了。站好，站好，站好。嘉玉加油！小玉儿加油！预备，计时开始。在干什么？没有摇你啊！对啊，他好聪明，这样快快不准。不要害怕，不要摇我！不要摇我！不要摇我！加油，盲人也有先天的，加油！你手走比我快，不要管我！你手太快，你不等我，我跟你讲，以后没有安全感，你就会掉下去哦。赵伟，赵伟，赵伟，手快一点！加油，加油，快！不要摇啦！人家不舒服嘛，人家那个来不舒服啦，不要了，好高，我的天啊，你快离开了，不要摇我，我快飞起来了，我们撑不住，你不要再摇他，他根本走不快，我们撑不住，你不摇他，他也走不快啊，我真的没有摇他，他就一直晃，你看到底是谁在摇？他自己尿急了，你说到底是谁在摇？你呀，你们队友才好笑，好不好？从头到尾也连摇都没摇，一直在对着大海吼叫。嘉义，加油，嘉义！有风，好可怕，我不要走这里了，风好大。朋友摇的啦，好烦哟！对啊，对，好陡，好陡！哇，好陡，好陡啊！不如整个扒上上面这一脚好了，还比较快一点。徐梦翠，不要弄啦！啊，我倒哎！不要碰我！啊，变态！你们这群变态！车站没有人碰，你怎么走那么慢啊？快到了，超越，超越，超越了，超越了！快走吧！加油，加油，加油！加加加！加油，加油！你手长脚长就是有这个好处。不要了，你惹火了！你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也不可以，给我，不可以，枪，枪也枪的，啊，你不可以，等一下了，你不要动，手走开，你这样会炸到你自己，手走开，手走开，手走开，你们两个自求多福，我不能说，我不要，哎，阿泰，我用力啊，用力啊，用力啊，啊，我错了，干干干干。我还不让你啊！你知道我那条绳索被晃得多严重，上下一起晃。不要，从头到尾呢，你那边很冷清，对，王少文那里很热闹，好不好？我跟你讲，我这边生意兴隆的啦。你要，我跟你讲，你能走过算是勇气可嘉了。但你至少你命还保住，我那个命都快没了，我告诉你。啊，所以呢，现在是一比一平手，第二棒是王少伟得分，我们看下一棒。好，鞋子队的大饼呢已经就位了，然后仁甫队的王仁甫现在目前应该算是全国啊非常期待的一个比赛了。王仁甫呢这个人呢生前呢罪恶多端，死有余辜。什么生前啊？没有还活着。所以呢，王仁甫现在走这个钢索，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人会看不起他呢？然后至于小伟的徒弟，仁甫的徒弟小伟，我跟你讲，在这拳当中，只剩下你，我信任你了。好不好？我们不能够输，输了要吃海马哦，好不好？你信任他吗？我信任他。小伟，我保护你，加油！你要发生任何事情，
我罩你，不愧是王任甫的徒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他们摇的时候你就故意跟 balance， 他们一跳你就往上，他们一下你就往上。好，好吧，你要把这个整个选手 balance， 没问题。OK， balance 我最会。没人发现吧？有啦有啦，你等一下。我会分开绑，是不是？现在走对不对？我们这边 OK 啦，好不好？差不多。但是在那一边的野兽就是呢，许梦哲跟王少尔，我就不知道会怎么样。对啊，许梦哲，我相信你，帮我挡着，不要让他们摇。我听不到。他是讲办不到还是听不到？听不到，他说听不到，还好他是讲听不到。我就这么短啊！好了，你讲一下 Love Hotel 对不对？ Love Hotel， 我要挑战。你要拿着书走哦。嗯。高难度哎。回来了，还没开始呢。作弊啊！哎，你说好什么？孙先生，好嗨！你叫大饼，不用担心，我会保护他。但是你叫王文虎，做好心理准备。阿尊，阿尊，不要晒了。预备。等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我鞋带掉了。好，计时开始。开始。快！小伟，你要跑开，不能咬，不能咬他。小伟，不要咬他，不要咬他，你要保护他呀。对，不要咬啊！小伟。你不愧是王任甫的徒弟啊！对啊，你好伤心哦！好伤心哦，保护他哎！有眼瞳，让我有眼瞳啊！小伟，我看错你了！杰志哥，不要再摇了，不要！哎，任甫，你在演艺圈人缘应该不好哦。我哥走得好稳呢。好恐怖！啊，妈妈！啊！不要停了，不要停，我已经要停了，已经。我脚滑掉，我脚滑。啊，小伟啊！啊，不可能会赢了的，我不要玩了。啊，你们都不要咬，看我能不能够追上他。没关系，我既然玩了这个游戏，怎么样？我早就知道他因为是安尼啊，还是不要紧。一个人若是做歹代志，就要有勇气来面对。今天我若输，我输到心服口服。但是你输钱了，还开头后一代，你会变准备做配干了。但是不要紧，伊的配干是唔是我生，是阮某生，所以跟我无关系。你想看嘛？你一看这个多好。他都一起破死黑船，都是好了，不要。一、二、三，啊！啊！啊！不能掉！为什么赢了要接受惩罚？你告诉我。第三棒呢？我们刚才看到非常明显啊。俗话说得好，善有善因，恶有恶报，天理循环，天公地道。自作孽也不会。我们干下。就是平常啊，自作孽，所以呢，受到大家的爱戴，他就没办法过关。嗯。然后呢？大饼过关的分数是4分30秒，耶！这个，而且啊，你看自己最亲信的人啊，徒弟啊，背叛他，这样，老干。而且哦，我为了要整他，我已经克服了这个三组的障碍，看得出来。摇身一变变成正义的化身。所以呢，这个关卡下来是鞋子队2-1获胜，对不对？对对对。所以呢，鞋子队得分，耶！下一关。
搞笑大作战一百秒不 NG， 限时一百秒之内，队员必须念完指定的台词以及完成游戏关卡才算过关哟。有一群可爱的厌世人，不爱工作爱摩登，每天玩乐不安分，他把失败有够闷，就怪就怪爸爸兔。我们是永远走在流行阶段的摩登原始人，摩登先制队饰演摩登原始人，第一关木头，第二关喝到爆，第三关竹子保龄球，第四关地球天堂路，第五关剑烧纸马。摩登原始人，原始人，原始非洲同胞，根本就是一样的。嘴巴有什么？对不对？这嘴巴有什么好像的？来看这边，江湖妹十八年进步台那边小朋友千万不要学。你不要笑，努力。再看这个也没过。过关。怎么那么过关？好了，好了，原来我们小花椒是不是一直在发飙？你看这酒有没有？加油，加油，加油！不要急，不要急，慢慢来。亏你今天吃肉的时候还摆保龄球国手的姿势。哇！哇！但不错，你们第一次呢就已经有办法到第三关了，加油！而且我告诉你，不要觉得哦，这种头就不能做造型。没有，我跟你讲哦，以前原始人的时候就有吸血少年了。对，哦，是啊，吸血少年，绑马尾，绑马尾。而且不要以为就是烫了这种头就不怕那个太阳光的照射，我还是戴着遮阳帽。好，来，搞下一百秒分金。快过了，有了，保龄球逼啊！为什么喊这个饮料？过了，啊！加油！快了，大一百秒！哇！我踢的，有了！这后面桌子裂开了，好累了！啊！有了！有了！哇靠！好，时间已过了，已经五十秒了。第一杯就好了，快点！爸爸！哇！再一杯！哇！圆圆滚滚小木球，不是地震让它丢，你猜这球有没有？加油加油加加油！正确！加油！哦，你可以大力一点，不用怕。中间，大力丢！有了！啊！失败！好难啊，我们的。好逊哦！什么开场？加油了，不要浪费时间，搞下半场不能急。来看这边，来，我要废了啦！来看这边，江湖妹十八年，屏幕头来表演，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啊！我怎么干？我打！
等一下，我到现在还在喘，结果你们不要回去了吗？辛苦你了，辛苦你了。不好意思，我们没有砧板了。不用怕，我们是一个合群的团队，我们不要互相争吵。是吗？那你先被你的出来，赶快我们再进行下一次。第六次了啦，加油！第六次了，我们还没看过第四关、第五关，对啊，已经变成波浪谷哎。而且周星，你好衰，你怎么可以三杯每次都要喝三杯？还有，有一次一次过关的，不要这么厉害。再不济你三杯吧。好，来准备了，小朋友们不能接。来来，这是第一场，我们一起八年金木头来表演，小朋友千万不要输。再见。来了。哎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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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我是作家，我是作家。这就是孕吐捣药的由来。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最后老师一个裂掉，然后那个底下这个快裂了，他已经被吃进去了。底下这个如果裂了，有没有我们就赢了？对，直接过关。再见。突然 ，Stay Hot。加油！来，啊！哎呦！三杯不知道是哪杯啊，好大了！加油加油！过关！嗯。我们小不小，组织第二大辣椒，这里有没有？加油加油加油！再见！啊！不要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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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不要急！不要哭不要哭，可以可以。阿弥陀佛。妖精牙根我忍住，妖精牙关啊！失败！你不要再踢了，你不要再踢了，赶快进行下一次搞笑，不然代表冠军。原始人找猎物，我忘了啦。所以大哥不要走，这是一个记者会，我在这边正式宣布我已经退出演艺圈，谢谢大家，谢谢。只是飞天。在干嘛？我祈福快点，因为我真的不想再批了，拜托了。好了，长河奔月预备，搞笑版不能接。加油！来来来，叫我们一起八年，一起过来表演，小朋友，你来举例，这边先不要去。再见。怎么公主八年？木头，什么？是湿的，湿的。几秒了啦！原来我知道了，要发疯就过关。啊，要上了。
三杯公园不是两杯啊，好大郎。加油！加油！过关！远远过关斩木桥，阻止立正站台标，你看这个有没有？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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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加油！加油！阿弥陀佛！啊，我们那个是宗教团体。就前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全力冲力往前冲！顶下五架天堂路，咬紧牙关，咬紧牙关，我忍住。加油！加油！头晕脚痛，好想哭。站起！一、二、三、四、五、六。男找猎物，瞄准目标，弓箭出，百步穿杨，最前出。站起！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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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几秒？还有几秒？还有几秒？还有十秒啊！九。点火！点火！点火！慢慢来，最后一个射！哇！小丽！哎呀，鞋子呀，裂纹起那一家里卖的，紧要关头就出贼了，小心变成老鼠屎哟！搞下一秒分期。哎，是。来来来，这边叫我们一起把你接回来，变成今天特标准。下去！啊，打！啊！没了。完了。打！撞！啊！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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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顶着五下天堂路，咬紧牙关，我忍住，头晕脚痛，好想哭。站起！一、二、三、四。好厉害！远远找猎物，瞄准目标，弓箭出，百步穿杨，射箭出。等等，还有几秒？还有几秒？好了，慢慢来，慢慢来，不用急。稳扎稳打。搞下一百秒不NG失败，接下来看人府队的表现。汪汪汪汪汪汪，飞大西洋飞大东，来匆匆去匆匆，累得胸跳冲，机上服务不轻松，遇到色狼真头痛。哦哦哦哦哦，请别来烦我，我们是上班一条虫，下班一条龙，风流气爽笑红血，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做朋友。人府队饰演风流机长俏空姐，第一关吹破气球，第二关顶飞过横木，第三关手抓肥虫，第四关机长爱到爆，第五关先求行李箱。首先，准备 action， 还没还没回来啦。哎，有快一点啦。你们这是什么？要跟大家讲。对啊。我是淫荡机长，我是风骚的空姐。坐下方，坐一下，有救生衣，180别着急，这个一个钟头吗？对着管子还是系保证平安门，忘记了，Oh my god， 再来，加油，再来，哇，肺活量很多，空姐，最后一台，笑脸迎人端杯盘。遇到乘客问一句 ：“Coffee tea or B？” 再见。加油加！啊！黄仁甫帮你弄个。空服员不当的啦，就是上机长跟那个空服员。机长歪歪的，他还会端盘子。可以。
一步。我的许梦哲，你在第一次就吐贼了，失败，重来一次啦。不要再笑了，够，够，够。在丢掷行李箱的时候，落点一定要在白线的范围之内，所以你失败。搞笑表没有真的。快点！
台湾人表演，不是啊，你到很多地方总是会有别的地方的表演团。
简单的来讲，在少林寺的邀请来的人都很厉害了。对，非洲来的也很厉害，没错。现在我们就来欢迎我们非洲的朋友的表演。力与美的表现呀，每一位参赛者必须将脚往上抬，跨过自己的头，以较多完成的队伍即为获胜了。我的妈呀，没拉筋的人为了荣誉你们可要忍住呀，加油加油加加油的哦。就是我拉筋的肩胛骨真的有问题，他怎么到这个地方之后还会再卡一下，然后就整个过去。你看他就像这样的，你看他可以脱臼然后不会动。你连这个都有问题。好了，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啊，他们所表演这个金鸡单脚独立上，这就今天的题目。但是对我们来讲啊，因为我们本身是没有练过的，所以呢，我们只要符合规定，就是把脚放到头上，一只脚就可以了。哎，不要觉得很容易哦，很多小朋友自己在家把脚放到头上之后就进医院哦，因为解不开，因为解不开，而且没有人认为很容易啊。可真的吗？很容易啊，很容易吗？好，我跟你讲，我们游戏规则就是啊，我们先各派出一个。两个如果都过的话，再派第二个。如果第一个都没有人赢的话，那不，第一个如果其中一个赢的话，那就赢了。没有，你们输了。我们一开始就先呛虾了。你看我呢？一开始就先呛虾了。另外那只怎么会变得那么短？对啊，等母你小儿麻痹哦。刚到现在两只都很大。人府尽快的 people 你也想得出来呀，哎，不过下一次脱裤裤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后面才行啊。好，所以人府队呢，你们要派出的是小饼吗？小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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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而且一开始我一定要表演，他只有用手那个脱臼，你也会脱臼，我也可以，他解脱过来，卧虎藏龙，来来，要给大家看一下，想不到小饼你也是非洲来的，这个我没有练过，这是我天生的，所以大家不要乱学。你看，手如果是放平，一般人是这样，对不对？对，你看我，啪。就骨折，而且180度旋转。等一下，我们这个呢就要跟我们的非洲朋友呛虾，而且没有。You come here, come here。他会不会骨头跑出来？说每一个人脱臼的部位不太一样，比方像你肩胛骨可能就不行了，但他肩胛骨就很强哦，所以这个练，但是我们今天要比的还是脚，跟你上半身没关系。我的脚最近也还蛮脱臼的，那我现在开始。一般来讲，发生什么事？一般如果说我们人啊，就是要这样坐下来说，我完全没办法再往下压，对不对？你看我完全平，哦，脚，你说脚要拿上来，当然很简单。哦，两只。两次的话，那你要扶着我一下。好。哦。真的很深哎。那你要不要扶着他一下，王军？我有扶着。小敏，小敏，小敏，等一下，我跟你讲，你去晒黑一点之后，然后你就站在那边。对啊，我想做。你不想做，我要加油吗？
我放玫瑰头就好了。我们这边算得分。对，我的大腿惊觉好痛，好棒，好不舒服哦。我告诉你，里面有小饼，我们这边也有跟他同一个家族。有其弟必有其兄。好，我们派出的是大饼。大饼，我告诉你。为了表示你的诚意跟你的功夫，对不对？一只脚抬上，对不对？另一只脚塞到水里面。Go！ 哎呀，这个我看错了啦。如果我会这个的话，我干嘛来这里？我就去非洲的这种乐园表演就好了。去非洲的这种乐园，然后是台湾人表演。他们交换了。那个我第一次，他刚那个就是压下去那个啊，我可以更厉害。真的？哦，你该不会可以翻起来吧？不是，如果我坐在，而且我今天穿牛仔裤，你看多紧。如果我坐在平衡木上面，我还可以下啊。你看，我不但整个贴，然后我的。腰也可以搭起来，哦，刚我第一趴下去的时候，这是拱起来的，这是平的呢，然后像他刚不是把腿举到那个，是不是一只脚举起来就可以了？我可以站着，等一下，我怕我牛仔裤会裂。那你把牛仔裤脱掉没关系啊。也对啊，我怎么没想到？你们还能播吗？能播吗？我们节目尺度很宽。我今天是来打输的，请不要这样子。我刚刚今天是作家啊，是作家，是以谐星身份来在说。好，今天作家要注意一下。好紧哦！可以吗？一二三，然后去蹦蹦。不会，会是有。你那么多，看看看。七点，我好害怕。一蹦蹦，二加。哇！好紧啊！等一下啊！而且他是站着的哦。我跟，如果小饼可以站着，因为现在是我们领先的。好。这样也可以啊，站着，我们哎，双腿多难呐，是要有人来顶住就好了。说真的，我们彼此伤害到底有什么好处？是啊，我跟你讲，现在你们是要分队的，好不好？要为节目着想啊。应该可以怎么样？赢了10万块演讲金啊！那快点来啊！哎，你都没有录开场啊？真的啊，我啊，开始，你帮我扶好。好，来，扶起来。哇！来换裤子啊！来换裤子啊！你真的要这样吗？你真的好一点。对，腰跟屁股还可以举起来。兄弟不要细想，你们现在两个脱裤子来。为什么？不要啊！对，他俩潘美辰。我哪里像潘美辰了？我这个是周杰伦。所以现在要第二个吗？好，来第二个。你这边都过了，就要拍第二个，对不对？我这边呢要拍的是嘉玉。嘉玉，对。我跟你讲，嘉玉厉害了，因为他家喻户晓，是家喻户晓，家喻户晓，嘉玉。你差点踢到缝，你快点！而且我老实跟你讲哦，你去中国那么多次啊，你有没有看过像这样的表演？有啦，有对。我跟你讲，他看过很多没有，他本身又是舞蹈科，金有开，又去过真正的少林寺。对啊，你看光一个前踢有，来，预备，我们一起踢哦，一起踢，大一次，超高的，哎呀，怎么这么高啊？随便踢的，我只能说今天哦，这些来宾都是卧虎藏龙，我很怕等一下有一个人出来直接把头拿下来，太帅了，好久没去了，这个每一个人都来这里了，好来，为什么得要请他来帮你？哎呀，前面做这些动作有没有？啊，后面的那个非洲人都好紧张哦，说我放稳放不放？这些台湾人好可怕，稍微要发抖哎。好，不用怕。哎呀，你不要人骨，你不要人骨，马都有点难的。人骨，不是，机会有大，机会大，爱惜自己的身体，金断了。好了，你们这个嘉玉过关了，对不对？好，接下来鞋子队要派出的是齐慧。我讲机会绝对比你们还容易，手长跟脚长，对不对？他是脚特的。齐慧，相信你，要不要人扶？他没有，他超厉害。好，来，齐慧来。会是另外一种啊，直接把腿举到上面。不行，要拖在后面，拖在上面。你帮我扶一下好了。你要假装那个，让他们吓到。对啊。哎，你说帮他扶，好棒。哦。标准啊！好标准，好标准哦。他是只能跨到脖子上哎。我觉得你。
应该是非洲人，只是白子，对不对？厉害，我来。对不起，潘美辰出马喽！潘美辰出马了。哦，最近在大陆发行我的个人专辑，许巍的演唱会，希望大家呢，这个可以到大陆来。好了，潘姐，我们会帮你打歌。来，我先来看一下。好，潘姐加油了，小心，加油，加油，好，认真，来，举报，来。哎呀，太高了，冲太高了，太高了！解不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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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解不开了，送医院了。人不好，好，人不来，来，人不来。虽然成功了，但证明你的精气还是好的。你现在走一段路给我们看看。好厉害的，脚呢？鬼脚七，你不要挡在我的路上，你怎么谁要跟你挑战这个鹦鹉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下一张没有，下一张有单哥，你知道？那个主打歌就是喵我的吉他。喵，你去隐藏。而且我发现，我这样玩的话，我只有两个形容词。有气势的啦，告诉你。那你那个，你确定你的屋顶不会塌？爷爷，你为什么口水啊？爷爷，太强了，你的筋也太硬了。可以吗？可以，是不行了。我感觉我听到扁扁的声音了。而且啊，而且我告诉你哦，很神奇的是，我这个地方连碰到头都碰不到。好，所以呢，四棒呢，比赛的结果下来，我们现在派了四棒了嘛，对。比赛结果下来，我们这边呢得到的是三分，你们这边是两分，所以这个阶段是人母队得一分。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啊，我们这个非洲的朋友做第二段的表演。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考题，看得出来。好，接下来是跳火圈啦，将由我们非洲的朋友们为我们带来这个非常精湛的表演。来，不对，不对。Come on,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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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c 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这个只有黑人可以表演，因为他们的毛天生就是卷的，不怕烧焦。那他们舌头天生也是卷的吗？嗯。他们的胡子天生，哎呀哎呀 ！Oh my god！ 起来，胡子看，我。这次非洲朋友精彩的吞火表演真是厉害呀，吞火像是吃棒棒糖一样，他们的嘴唇是不是太厚没有知觉了？哎，小朋友不要学哟，非洲叔叔是有练过的耶。是的，接下来非洲朋友带来的是跳火圈。不要看他好像很轻松的样子，其实要在两个紧紧相连的火圈当中穿梭，还要面对熊熊的烈火，哈，真是了不起哟。今天的迪密秀。本关的指定动作是火焰凌波舞，参赛者必须在高度不到45公分的地杆下面临熊熊的烈火，身体以平躺的方式过杆，哎，过程中杆子掉落计算失败了，嗨呀，真是可怕呀，你们可要小心呀，不要被火纹身了哦。王少伟自己小心哦，加油加油，要躺平哦。王少伟好像没看过彩蛋，哎，小朋友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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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烧会好厉害，火烧小白，小白好惨，哦，有火烧弹的感觉，好吧？我到我前面的兵线了，你少打，少打，少打！哎呀，好厉害哦！妈，快点加油，夫人快生出来了！我跟你讲，你要经过那个火团那一刹那，你会觉得好可怕，你要不要那个东西掉下来，你知不知道？心理障碍。哇，你这个还算平坦的。我们现在要拍出的是许梦。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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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行啊，许梦哲到大腿就碰到我，什么东西啊？胸部也会砍到。许梦哲不要怕，啊，许梦哲，别让人家瞧不起，加油！你确定过得去吗？过得去啦，许梦哲，好啊。哎，好可怕！没有啦，我们要帮你啦，不要过关，你们两个在这里摸索啦。我们要帮你嘛，快点啦！哎呀，许梦哲，你一定要小心你的刘海哦。哦，有点秃，哎呦，讨厌，哦，有点秃，要再弄，要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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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管基督了，安全最重要了，快点呐，我都要洗你身体，是毛毛虫哦，好厉害哟，小心，刘海了，刘海，啊，啊。本关高难度的指定动作火焰灵凤舞，梦哲和赵伟以1-1打成平手了，哈，两个人真是厉害呢，请看下一关。接下来呢，我们要表演的以及出题的就是位于这个台湾少林寺里面的外蒙古人的一群师兄们。好，我们要欢迎的是我们这个少林寺里面的少林弟子。没错，要我们示范的是什么呢？你要我们考验的是什么呢？请看。好，现在我们看到两组人马呢，各叠上了一个人，到底要接下来要做什么呢？这是我们的题目吗？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Oh my god！ Oh my god！ 哦！台湾少林寺源于大陆嵩山少林寺，而少林功夫的发展是在广泛吸收了中华武林百家之长的基础下进行的。练少林功夫的主要目的在于强健身体、武术、气功养生以及易经疗法。少林功夫好耶！本关少林叠罗汉是体力和机智的大考验，所有同队队友以任何方式叠罗汉，用最少的脚着地的队伍即为获胜了。哎呀，这比拉拉队的难度还要高呢！好，我们先来。好，我们真是厉害的。刚刚我们看过少林寺的表演了嘛？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是这个行天宫的表演。行天宫。首先呢，我跟你讲，只能四个点嘛，我们就只有这四个点。我们用脚做基础，然后呢继续往上叠。来，首先嘉宇先上，你先。好了，请你伸好。OK， 你要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对对对，好，我先。好，来换我，换我。开始。不会不会，好，来你们收真的。不是脚，那脚踩，脚踩。嘉宇出发。好了，知道。那个，我们小敏先来，小敏，我小敏先去扶小敏。我只能说你们这一队有许梦哲真的是太好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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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我来了，上来上来，上，啊，来下，来下。徐梦哲，哎，恩主公上身了，好厉害哟！是恩主公，好猛哦！他很紧张，他脚夹好紧张。没有，你是底盘王，我不能呼吸，窒息耶！哎，我们这组厉害吧？哎，而且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刚的构图简直就像一个千手佛的画面。而且你们的构图漂亮，漂亮。我们看左右对称，上下对称。但其实我们的策略其实好像。对，没有啊，但是啊，你们每次要学我们就这样，没有，太学我们了，所以创新嘛。如果我们要赢你，就在4点以内，我们如果3点站得起来就赢你们了，好不好？好啊，好，来来，3点对，对，要撑3秒，先要撑他，对不对？对，没有，这样3点了吧？要先撑他，好烂，3点，好烂，过你后面再给。你要抓住，我要抓住，抓住，抓住，抓，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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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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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拿着，好，哎，哎，好，两分，一，在我们这，就赶快拉上来，你们俩同时哦，一，二，三，拉上，哎，哎，那我呢？一，好，好好好，来，快快快！好，把一只脚举起来，这样就3点了。好，1、2、3。哇，好难啊！慢慢下来。哇，这个
我也是，我先给重录第一关的，我先掉了。而且啊，你好厉害哦，你刚刚把大饼整个人挂在你的前面呢。而且你画得好深情啊！我告诉你，你不愧是台湾水电工人，你好厉害啊！所以我说嘛，跟着我是幸福的。而且我跟你讲哦，你们彻彻底底输了。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一个人背到只剩下一个。对啊。然后家风是什么状态？他根本不用碰我们，他就蹲下来，然后这样。我跟你讲，虽然呢，我们的自称我们的构图非常完美，但是我们一切输在王少伟。王少伟太强，地球最强的男人。今天人虎队用巧妙的构图叠出了强而稳固的叠罗汉，哎呀，真是厉害呢！而鞋之队也以最另类、最少着地点取胜，不简单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湾少林寺示范真正的叠罗汉呐、啊！嗨呀，少林十八铜人阵，少林功夫叠罗汉，真是厉害厉害哟！今天呢，也让我们非常大开眼界，到了这个台湾少林寺看看这些对，非常高的朋友，少林寺的朋友。所以这个关卡下来呢，我们总共比了三个，对不对？对。分别是你一分，我一分，一平手，所以是一比一平手。哎呀！你呀，恭喜人虎队获得10万块奖金。惩罚，不怕，男女人自然嘛。既然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运动家的精神，爷爷，一口咬。快点，快，就剩你一个，你赶快，你咬就结束了。加油！咬断！更主不做，不要怕。好，每个人都要惩罚到不过最近的人。就是要吃你拿出来干嘛？真的好痛！没关系，同胞们，我们今天获胜了，耶！